太远了。今天的最后一餐啊，有梦想哥、三哥、光头哥，还有杜老师，对我们五个人，今天杜老师请客，点的非常丰富啊。这叫离别吗？对啊，有那个花菜炒腊肉吃完的那一盘，这个是辣子鸡，金针菇炒肉，还有汤。这就点一个吧。杜老师还要点，对。杜老师再点嘛，你呢叫吧，你去叫吧。叫啥嘛，你呀、啊、你有没有想吃的吗？点一个淡一点的吧、青菜吧。青菜啊啊，腐竹，腐竹可以啊。老板再还点吗？又来了，还要点吗？够了，这不新鲜吗？够了吗？啊，等下再点啊。对，先吃的。先吃的啊。这好辣的辣子鸡，先吃的。就拍了好多了，都不知道说啥了，都是要走了拍个视频，要走了拍个视频，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啊。就这样啊，我要凑时间，才一分钟要凑两分钟了。来，一路顺风啊。好，谢谢一路顺风啊。好，三哥来握个手啊。来来，梦想哥，你祝贺我一下。祝杨哥受风受雨逆流而上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哎呀，你看，乘风快点起步。还就没有了吗？再想一下。快点成功，快点成功。我等杨哥签名呢。好，讲得非常好。你看梦想哥其实说话还是很有内容的，说实在，你要让我去说，你要让我去说的话，一般人说不了，让我去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啊。就祝你一路顺风就完了，就是这样，让我去说就是这样。好，哎呀，两分钟终于到了。好，拜拜。这个凑时间拍视频了，很难很难的。好，拜拜。这个杜老师还没握手呢。杜老师还没握过手，握一下嘛，握一下。好，好。